我不知道啥意思，楼上有一个。哎，我们以后有个点啊，真的。趴着趴着。哇，我真秃了，遇到这种人，操了都，我还跟他围在那个角落。打也打我头了，啊，来了，厕所后面贴了一个。 妈，这都是什么笨蛋？有，后面这个白楼。啊？你妈平时在抽烟，我能不开吗？老子明天戴口罩了。哎。后面白楼也有。二楼。啊？我灯打着，我先是回家了。 我顶妈的！我顶妈！我睡觉呢，我操！没睡醒。除非你不在。这楼后有一个的。那个，咋倒一个？你们楼顶。放心啊！我操！他妈哪来的呀？你他妈六，操了！没事，你就。我脸上这个有一个人没看到我了。右边有一个。 原点，哎，我怎么被打了？这敌，我要扔雷了，同志，你他妈别往前，我扔雷了，我操，妈逼，别往前走，别再说了，倒了，帮我补一下，快点，还有，那边还有，不止一个人。 起来了，我操！我他妈干！往左跑了，左边跑了，往这边跑了。哎，没救！还有一个里面。操！我操，对面闪闪！我操，看我枪坨，被炸了，看他被雷炸了。起，骑了个大，上来了，我脸上。 我啥时候倒的呀？没打过，我操！别说话，我求你了。你那边还有是吧？我这边也有枪，我打我脸上的呢。没啥。 我操，一队的！他过了个蹦蹦，刚刚过了个蹦蹦，两个人的，就是看运气的是吧？哎，翻去！哎，正前方，正前方，围墙，围墙！我操，蠢的很，这两人！拿空投，拿空投，右边！有点蠢。 我比较少杀我，都是看运气。咋的？经典洗脑了呗？又开始，操你妈的！经典右边，两个都右边。我操，倒了他枪头。还有一个，刚跑过来，飞机后面，右边，飞机尾。停了，停了。